好，大家晚上好。这么快的，刚刚打开就进来。好吧，马上开始啊！谢谢送的礼物啊，谢谢。它怎么还是显示这个美艳呢？显示什么自然美？不是自然美，我要无美颜啊！不需要这种，要到哪里调啊？它的系统经常更新。看一下，稍等一下。什么人头这么多？好的。OK，图片有点长啊，自己看着安排构图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You
Thank you.
谢谢阿星送的礼物。
Right.
来晚了，没来晚啊，刚刚开始，这才好多呢。啊，这个局部也需要对比嘛？对，不管整体、局部都要做对比啊。只要你在画面上需要玩对比啊。
不光是色彩上的，还有哪怕一个点，然后一根线，点线面都要去做对比，黑白灰，然后集中一闪，它全部做对比。哎呀，还有一个小时啊，慢慢画，还有一个小时。这有时候画画真想把它给翻掉，画面主体也非常重要的，看你怎么去表现。就主次关系。所以有时候把旁边的东西画得太精彩了，那就画主要的时候肯定会很吃力啊。一般都画好，它显不出来，是吧？所以有不同的方式啊，要么画得非常好，要么把它可以画弱一点，或者是不要画那么漂亮嘛，是吧？画漂亮是累的，是吧？其实真正难、真正累就在一个画不漂亮，那个有点难度，要自然，是吧？我个人感觉啊，没事。色彩也同样的，你一定要，肯定是旁边的颜色，绝大部分的颜色，它必须要一个衬托作用。那些普通的东西，普通的颜色、色彩，它不衬托在那里，那就。你想表现的最漂亮的颜色，它就漂亮不了，没办法漂亮，是不是？有很多时候，
只用心在那一方面啊，就是哦，一定要画好，一定要把这个要弄得干净，然后一定要把这个颜色画漂亮，调准，只有这个想法是不是？但万万没想到，另外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啊。确实这样，然后直直的一根线啊，好画啊，歪的线不好画的，直线嘛，垫个歌词，随便划一下，也非常直，任何东西都一样，刻意的东西呢都会。我觉得一切的美，所谓的美，它都是有一种给它衬托的那些啊，那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往往我们不光是绘画，生活中把那些东西都要把它忽略掉。只看所谓自己考虑的那些好啊，那是你自己个人觉得好，它绝对不是一切啊，就这么一点事情，任何东西都有正反面一样。有时候试一下画面里面试一下，我始终画不好亮，那你就刻意给它画个暗，整个百分之六七全部给它画暗掉，然后就山里面两个灰，然后一个点缀，啊，超级亮，那就是画钻石，是不是？对，其实主体，然后衬托的都是一样的道理，只不过。你认为重的东西，你肯定是驾驶得非常慢，非常用心，然后用非常小心翼翼的去面对，肯定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正常人的思维方法的话，那肯定是这种形式来选择。反正这个观念，能去理解，然后那么去控制的话，那就画面你非常随意的去控制起来。所以我很多时候，最后去加一点点，不是直接开始给他抓。
就画画就从头到尾，它都是一场旅行啊。这个旅行通了，那就我觉得剩下的哪怕硬着也会硬着的。不是商品化，对。这句话也理解错了，什么叫商品化？能卖钱都叫商品化，我觉得是这样子。一个不是画商品画的人，天天卖画，那都是商人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些话就要说正确一点。我的看法是这样。非常直观的说啊，这些问题。我没有这个做这个学习班，没有学习班。要颜料吗？对，我觉得绘画就是自己脑海里面。你一定的那种属于自己的也好，或者是非常这些专业的也好，反正就是一个标准的这种字典来，属于自己的字典来，根据那个来，你就一步一步来走，我觉得那绝对不会吃亏。画不好没事啊，画不好那非常简单的问题，本来画不好，谁都画不好，谁能画好？那问题是自己作画啊，觉得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有带想法啊，或者是什么样形式啊，这样去做，那我觉得都是好的。大不了天天画，是不是？天天画的东西不可能是每天都是精品，是吧？那可以相对，我们就把每天所做的事情给它放开的去做，不要小心眼的去面对。啊，挺喜欢半成品啊，对。其实我很多时候画到一定程度之后，我自己也有我的弱点，我的这缺点，我知道，很多画面不被我都画死掉，因为说实在啊，确实是为了也这个。
漫画啊，它确实有些东西必须要给它刷到位啊，所谓的到位嘛，没有办法。啊，我有的时候这里瞬间有一流，连画都不想画，哎，我觉得效果很好，但这个东西我拿出去卖不掉啊，绝大部分的人，你这个搞得怎么没刷完这样子？影响买卖了嘛，是吧？因为活在世界上，残次品见多了，都觉得那都是残次品，所以它的角度，它就是一个固定的意识来去面对。但真正说一张画面的话，它是跟那个没有关系。是不是？哎，不可能，天天自己的判断来去面对一切，是吧？有的时候，好吧，啊，听你的，就这样，听你的，那样才有钱赚，不听话，那哪来有钱赚？这些没有办法，说心里话啊，谁都一样。那边做商业化，只要为卖钱而画，作画都是这样的。说实话，一张画它的终点到什么为止，什么叫标准，谁都不知道，谁知道啊？是不是？啊，那画画的人停下来，那不是 OK 了吗？哪有知道这个那个？那你看的人懂得知道的那么多的话，那你还那么多问题干什么？自信来嘛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有那种现象，今天这张这个表现的不咋地啊，没那感觉。给它飘一下，反正这些商业市场上作画的人，那就手段多，画面上手段也多，这样不行就那样来，那样不行就这样来，方法都很多很多。什么样子的画面都去面对哦，为了吃饭吗？只要合法的全部要去干啊，一样的道理。我手里是没有很过分复制的那些画面啊，我基本上除非客户要求之外，我绝对不会复制，每张都是独一无二，就那一张。
稍微偏冷一点，好不好？偏冷一点。毕竟是色彩啊。还是面对画面，还是自然一点去面对，我觉得是最好。我至少作画的时候，我不考虑这张怎么卖，首先把它画完，画好了之后再说，有人买出价，就这样。这一点估计不一样啊，但手里的其他的那些订单的话，那是那肯定是都要先谈好的，不一样的角度。所以我平时自己作画，它就是比较自由一点这些。啊，其他的画面那是不会那么自由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做订单的话，那肯定是不能自由的。它都有固定的色调与要求在那里，它都那样。有些朋友呢，反正自己的画面可以哦，随便都可以完成，但一旦做订单，他也做不出来，这种是有不同的概念啊。那是没熟练，商业市场上的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能解决。那你不管什么样，你把它做好，它都会有结果，是不是？那些截取不是很重要，把那个东西看得太重了，那就会很累很累的在那。再说也做不好，之前不是还没画完，然后今天晚上这张画我要了，我要了，那个开始就有压力，不要这样。那这个是好，但等一下再加吧，不要剪掉，加上去会效果好一点。颜色给它稍微改了一下，那粉色有点太土，看着有点土，没人喜欢那种颜色，紫红色啊。
真正的艺术家的话，他就不嫌弃他是土，管他土不土，就是自己愿意干就干我没办法，这一点就是我得考虑卖钱的问题上，一定要有些同一个红色也要去考虑一下，一般红颜色它比较敏感啊，其他颜色，绿色也同样。红色和绿色非常非常致命的，像画中，主要我们花卉，然后这些风景来讲的话，非常重要。这两个色系，完全，一张画面的它的级别给它调来调去的那种。非常重要，我觉得，个人觉得非常重要。所以画画的时候，这个红色、绿色要重要啊，就把它重视一下，因为自己看也一样，有些绿色一画，那它好。非常假，哎，然后自己发现明明是画的一样的颜色，是吧？明明是我调了调半天，调出好不容易调出这么漂亮的一个绿，一模一样，但画面上它就不好看，是不是？因为现实中没有那么漂亮，本来就不漂亮，所以。经过自己的审美来去给它调一下，更换一下，主观的去稍微变动一下。本来正常的生活里面所见的，它不是完美。所谓的完美，它倒其实它是完美的大自然界，但你得把它加工一下，它才可以显得更完美。所谓的俗气的完美，人人都喜欢的完美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同一个内容，它就还拍电影，是不是？要不然直接给它拍，然后发出去，那变成那叫电影嘛，那叫新闻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些可以适当的加工一下，就自己要一定要明确自己在干什么啊。那绘画本身就是视觉艺术，视觉艺术是干什么？就是人为的给它加工的过程。我有一个制作所谓漂亮的那种功能，那就把它做漂亮一点，别人看起来哇漂亮，那就好了。其他还要什么？其他不需要。所以任何东西，你可以这么去理解，不管它是。任何技法与手法，美术的它的最基本条件给它，给它做出来那就可以。那个前提下，然后你无所谓，你想玩抽象就抽象啊。怎么样表现都可以啊。那首先是要一种美吧，千万不要误会啊，不是误解啊，这个什么画现代的，然后画抽象的，那就不用考虑它的美是不是？其实它也是一种美，一种独特的美。那至少要懂得它
它的美的那种标准语义，然后它的美的那个意思要去理解，然后再去做，那样才可以传达给他人，也可以传一个美，嗯，是不是？那叫所谓的抽象美嘛？嗯，自己都不知道，自己画抽象，嗯，那不瞎弄吗？是不是？没说抽象是不好的，抽象肯定是好的，那是很高端的一种美。嗯，现实中瞎弄的人太多，问题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，自己都不知道画什么，那就别人更不知道了。它是也是一种方式吧，语言嘛。很多时候就这样子啊，我看不懂，不是说那东西是不好的，都是这样。还有自己的美。这美的标准是它是没有定位的，但它基本的那个圈子应该是有的，但这个圈子一定要知道的，至少是作画的人，他的最基本的那些啊，那个要去理解。至少自己内心里面能证明我理解到了这叫一种美，你完全理解透了之后，你才可以表现给他人看啊，是不是？自己半生不熟那种状态，那不可能给人家去承认，是不是？情感表达方式，对，所以至少在画面上，不要欺骗自己啊！我只想说这种话，欺骗他人都可以，不要欺骗自己，骗人也是一种手段。拿着你的能力，当然骗自己是最傻，是不是？自己所做的东西，自己要知道，要明确。这一切。都比那些画好画不好，比那个更重要的一生。对这些不够理解，而且理解的不够透的话，那就再画好也没有用，我觉得。因为画不好呢，那是。能练出来的，来回画本身就是一个理性的和然后这个练的东西相结的东西，一个理性，还有一个这些主观的
还有一种是在练主观客观，然后再练，然后这些意识一加，相加起来，它就最后才可以形成的东西。中间随便出错一个问题或者不懂也都不行，我觉得。所以真正画一张画画好的话，那是需要时间。就画面上玩的好，就画好吗？因为很多理解意识达不到的话，因为再苦练，再怎么学，我觉得，然后到一定的程度之后，它吸收不了的。因为绝大部分的人，他都是所以从头抛弃。无聊嘛，是不是？很无聊的，画画本来就很无聊的事情，那不可能都是一个形式、一个方式来画一辈子吧？是不是？一辈子估计都是画了，都画到累了，没兴趣。那我觉得。哪怕现在开始也是多积累一些不同的知识以不同的观点来去理解，然后再去深刻的去认识之前不懂的，那的话会不会还能可以再坚持几年，是吧？去在哪里？真正的乐趣就是通过绘画过程中，然后懂得跟他人一样的东西。其实，人家是用那种形式来懂的，那我是通过画面来去懂的，认识一样的嘛，是不是？只是方式不一样。这就是其实画画的理由，没有别的。有些人他就是必须要看书了才懂的那个，那就看书嘛，继续看书就好了。我像我讨厌看书的人，他怎么懂的事情？一样的道理。有些人就是专门喝酒懂的事情，那就天天喝酒，喝不来，问题是。通过人际关系认识，是吧？都是不同点的。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其实说真的啊，就是你有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啊，我只要画布上画得好就可以啊，这种形式来你作画，你试一下看看，哪怕真的你画成觉得很好，自我满足感为止，然后能画10年20年就不错了，后边就不愿意画了，因为很无聊，没有目标了，没意思。因为外边，更有趣的更多。那我就那样的意思来去学画也没有用的，
我把自己折腾，折腾几十年干什么在那里？喜欢嘛，每个人都会说喜欢，哎，我肯定会能坚持。我非常喜欢画画。去幼儿园问一下，每个小朋友，都很喜欢画画。因为画画是人一生出来就喜欢的，就是画画。全世界那全部画画的人挤满了。本来画画就是，本来就是要，哪怕自己笨也好啊，硬着面对，有很多时候要学，就是练的东西，本来就是硬着去做。技法非常重要，但技法是看你什么时候用，那都是做品的时候，技法它后面都是一种方式而已啊。看样子没时间，又没时间，开始时间还够用的。下边有几条鱼呀、啊？几条鱼嘛，就给它像鱼的样子来画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鸟儿就好画，鸟样。鸟样就好画了，鱼样。然后还有一个拐弯的，不能画成一个泥鳅。差不多，稍微大一点了，锦鲤呀，这个也很帅的，其实。Thank you.
画画都是习惯性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套路。看着，觉得怎么处理就好，就怎么玩。他个头大一点。画呢，画到一定程度时候，它都有整理的过程。通过整理的时候，有些觉得乱的啊，整理，不要这大感觉也它不跑题就好。
处于水里面的感觉。这个要流动的东西，给它旋转一下。然后这边嘛，就给它修一下，不修也可以。戴皇冠的，戴皇冠。其他的画法嘛，我不懂画法，我就这样子画，这种也可以。看着鱼，像鱼就可以。白肚鲨。白斑的，白斑的漂亮，带杠，啰嗦了，就画画就行，画着画着它就
还不错，I'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. No one knows about you.
有点糟糕啊，重现版。胆大，对，胆气要大，是不是？画画胆子要一定要大。最坏的打算就把它破坏掉，因为你结束之前又不叫结束，是不是？事情是不叫结束，都可以改动啊。
画着画的时间多，那就再给它盖，扫再加，这种形式，这个歪，那就给它正过来，就这亮给它暗，从头到尾都是这个样子。眼睛始终在那里啊，看画面，然后我觉得好的时候停下来那就可以。啊，先这样吧，这样，画不完，停不下来。加了一点，他说是这个太浅。画没有结束，一直可以画下去。
今天这边的影子，这边亮度或者是暗部来给它稍微整理一下就好。这边给它画出光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太粗了。画画也挺像这个鱼。这条鱼太清楚，给它淹下去，淹下去，为了画面也可以混啊。颜色弄错了，颜色弄错了，不应该用这个调子，稍微给它冷调子来，太绿了，那边明天整理啊，用刮刀，好吧，今天晚上这张就先画到这儿。好吧，先下播啊，谢谢大家。